我再也受不了了，真无聊，又是无休止的一天，我一定要待在这儿吗？我再也不能忍受你了，你总是在抱怨，试着放松一下。放松？你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吗？放松。但你是否意识到，我们已经7年没有见过我们的家人了？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但是要放松。你还记得家乡食物的味道吗？我愿意为火锅做任何事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但是这里也没有火锅。火锅？你也是中国人吗？是的，这里都是中国人。